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，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。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，这一年香港觉醒，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，有些突然，但也由来有自，是香港市民的觉醒，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。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，再不会回头。李仪，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，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，却不留冰冷，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，也不失睿智。新闻是历史的初稿，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，仿如置身运动之中，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，同时能纵观大局，不迷失于旁枝末节。李仪新书《香港觉醒》已经有现货发售了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20元。多谢大家。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。OK， 好，又翻嚟啦。咁啊，头先就回顾咗啲相啦。系啊，咁啊，即系你足球，你嘅体育运动细胞咧就好劲啊咁。咁但系咧，其中有一张相咧，应该可以抄翻一张相出嚟。即系东方，东方攞冠军，冠军嗰张相。系嗱，嗰阵时好后生，嗯，翻咗嚟香港大。啊，嗰阵时大约系36岁啊。36岁。36岁。OK， 嗱，当时咧，即系你做教练嘅时候咧。球圈的人咧，好質疑你的能力。嗯、你去邊度揾咁大的信心，同埋邊個夠膽揾你入嚟咧？係啊，夠膽揾我入嚟兩三個人啦。首先咧就係黃文偉啦，偉哥，因為偉哥咧佢已經開始係準備收山啦。咁啊，東方嘅老闆咧就即係亦都係屬於中華民國嘅，即係台灣嘅，咁就係阿偉仔以前亦都代表過台灣攞過，係啊，佢踢過世運啲世運啊、亞運啊咁樣樣啊嘛，咁就佢係我哋嗰陣時就香港分兩派噶，呢個一邊東式院東一邊，東方一邊啦，咁係或者南華會啊咁樣啦嚇，睇下南會邊個做領隊啦，但係東方嘅領隊一定係極右派噶啦，極右派噶，咁就而家林建明啊，同埋咧唐賢咧，呢兩個老闆咧就亦都係嗰陣時有喺台灣做生意嘅，咁所以就變咗組織咗東方。但係咧，由於阿林建岳、阿岳少未入股咧，就仍然嗰個budget 啊個班費咧就係靠林建明同埋楊秀成同埋唐賢同埋依個錢國忠嘅，咁啊當然咧就係大少出得比較多啦，依個兒式波嘅就唐賢啦，咁就但係咧喺依個咧就係1980至81球季，但係一到81至82球季咧。就林建岳仔就出嚟啦，因為點解咧？楊秀成自己去組織佢嘅流浪隊，咁就揾咗阿吳偉敏做教練啦，就揾阿開始走下坡嘅仇志強打龍門啦。咁就佢哋揾都有好多外援嘅，咁但係嗰隊波就始終咧唔夠魚，唔夠。保羅華唔夠精工，同埋亦都未夠我哋嗰隊波硬嘅咁嘅樣啦。咁就喺嗰年咧，就由於咧係阿岳仔係佢好大嘅熱心同埋野心，你要攞冠軍。咁所以佢話：喂，舊年你攞咗，我未入嚟嘅噃嚇，你哋攞咗總統杯冠軍，即係上一屆80-81嘅球季。其實用借渣價錢燒味道的球隊嘅就係真係嘅，係比較弱啲嘅球隊攞到總統杯冠軍，咁就跟嗰次冠軍咧，同阿高佬幫南華會攞冠軍一樣贏，
呢、這個啊、加山係咪？就係靠高佬贏嘅。我哋咧就靠一班失意軍人，同埋靠咧射十二碼贏。高佬地嗰年嘅南華攞贏呢個阿姐嘅加山咧，即係七八啊七九年唔知定七九啊八零年咧，嗰屆咧佢哋嘅冠軍咧就係點咧？就係、是、落後嘅，但係好在最後高佬出嚟咧係助攻。咁啊，呢個 set 個波俾阿韻，阿韻粒頂個波入咧，就追平咗就加時，加時咗再入咧就唔使射十二碼咁。所以咧，啊佢哋南華會攞完冠軍，就輪到我哋東方咧喺八零八一嘅球季攞冠軍啦。唔係就我就係奇怪就係、是、嗱、當時咁出名嘅教練啦，吳飛係啊，係嘛？咁你係名不見經傳。你是一個中學體育老師，係、哦、啊，係嘛？即係喂，攞冠軍的球隊，喂，夠膽揾你？即係最初係阿偉哥就揾你一起幫手。偉哥揾我幫手，主要就是話，第一我同啲鬼佬熟，佢哋啲講嘢呢個大家溝通容易。容易。第二，我咧就慢慢咧就係、是將啲華人鬼佬咧，因為佢哋大家本來有界體嘅，但整到咧係打成一片咧，咁就喺偉哥同即係黃文偉同我做正副教練嗰年咧，我哋就去無隨青啦，開始咧就係嗰啲唔踢得嘅華人或者鬼佬咧，我哋唔要踢得嘅留喺度，兼夾咧有一兩個好嘅球員咧。好似黎永昌啊、張志德地嗰啲咧，就寧願咧就係、是、走去哀陳耀琴，叫佢賣俾我哋，賣俾我哋東方，成隻要俾轉會費㗎，但係唔係好多啦。你知道啊，李恆林先生點會肯出太多啦？你知㗎係咪啊？恆叔係啦，恆叔就正式係中華民國嘅。領導人啊，即係以前啊，東方嘅持牌人啊，正式持牌人啊。以前台灣都有少少贊助嘅。有係啦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唔係即係嗰陣，即係咁夠膽喎，即係。哦，好啦，答翻你個問題咧，就係話我根本咧，我喺美國學咗教練嘅方式啊，因為我睇波之餘咧，我係學埋啲教練佢哋點樣面對球員啊，面對逆境啊，面對好嘅球員啊，或者點樣樣去懂得。啊！揾啲過氣軍人啊，因為過氣軍人就平噶啦。你揾到過氣軍人，佢肯幫你賣命，賣命咗之後，你肯俾佢自由身咧，佢咪揾你代表揾踢你嗰隊波嗰年咧嚟，希望自己翻身啊嘛，係咪先啊？呢啲其實就係心理咯。咁另外咧就係話啊，我係唔敢叫價，咁變咗球隊覺得。我不會係要抌好多錢在你嗰個教練身上，咁俾個機會你先啦。又你做得到的時候，佢咪自然就會呢個俾高薪水我噶啦。但係都有個信心啊，因為你完全係可以講係即係完全未接觸過呢一行嘅。但係因為我就透過頭先講俾你聽嗰啲方式咧，我就教由七四至到七九年係教陳惠州紀念中學嘅時候咧，就將一隊。學校中學隊冇係只係 Division Three， 即係以前係冇參加過校制嘅，由 Division Three 打到上去 Division One， 因為校制咧係分三個 Division， Division Three 嗰啲好水皮嘅啫，咁但係 Division One 就嗰啲就啲鬼仔學校啊，依個名校啊、喇沙啊、聖若瑟嗰啲咁啊嘛，咁我有幸就一班好聽話嘅學生，三隊啦，大約我相信。55人啦嚇，十零個學生一隊，咁就組織佢哋咧，成為咧喺我教嗰4.5年內咧，係由呢個 Division Three 打到 Division One， 仲攞埋個總冠軍。咁當你做到攞到總冠軍，我又有向一個係世界嘅名教練包勤咧，上佢嗰個係國際足協嘅個上堂嗰堂。咁啊，其實嗰陣時同我一齊。做同學嘅有盧德權啊、梁子明地啊、蔡玉如地啊嗰啲球員同埋教練嘅，咁啊嗰個包勤咧係有幾招嘅，做教練係真係好耍家嘅。
咁我而家都仲有用嘅。佢嗰陣時係佢亦都幫啊，未嚟香港之前，唔係嚟咗香港。嚟香港。喺香港開班，嗯、但係未去教東昇，因為東昇仲好啊嘛。阿霍士做老細係咪先啦？咁、所以咧就我自己喺個校攞到咁嘅成績，我自然係我有信心啦。咁、而家第一年喺我教東方做主教練嘅時候咧。又好彩喎！你買啲外援翻嚟未必一嚟係好嘅，咁唔好嘅咧，我就即刻話俾阿林建明同埋唐賢同埋李仁林聽，斬啊！唔好蹉跎嚇，即係唔要香港嘅方式咧，就係話儲埋啲踢唔到嘅外援，咁咧即刻換血啊！有啲好嘅外援，如果好似保魯華地，因為太有錢啦，唔要嘅，好似托魯夫啊、賓尼啊、耶穌啊嗰啲唔要嘅咧。我哋就收嚟我哋嗰隊，洪偉平啊嗰啲唔要嘅，收嚟我哋嗰隊。咁呢啲有點兒咧踢得唔開心嘅，年紀大咗嘅軍人咧，過氣軍人咧，佢就令到我哋隊波咧係即係支支近乎勇啊，打得幾好。咁所以對精工就唔係佢打龍門啊！我哋能夠咧係有時喺總督喺總督杯咧第一回合射十二碼射贏愉園，好靠運啦嚇！你估十二碼射成點咧？2-1就十二碼，嗰場波0-0，邊兩個入咧？我哋就買翻嚟嗰兩個，洪偉平同埋耶穌入，院會就係得啊。梁瑞榮射入啫，OK， 我哋就揾個何魯文打龍門。依場十二碼都好經典啊。係啦，好啦，咁就跟住咧就喺某一個星期六咧係冇馬跑嘅，就對精工喺大球場打。咁啊打完之後唔係好多人爆棚啊，因為我哋都未係即係隊形班。竟然間咧因為買咗夏寶立一個好勁嘅，但係成日好多傷嘅球員咧，嚟啲英國嚟嘅。咁佢咧就耶穌出開兩個 corner， 佢就又入攝咧，整入兩粒啦。咁啊，最後咧贏4-0。嗰陣時我班環開始係好 fit 啊，咁所以變咗咧就係連過兩關咧，第三關對住比較強啲嘅。海峰都幾強啦，都贏佢哋孖仔啦，韓國隊即係海峰隊有幾個韓國外援有孖仔噶嘛，咁又咁啊變咗入 final 咧，就對上一年輸俾何良興籃球會嗰隊加山啦，嗰隊加山係好波，但係佢哋就係冇運，佢哋個班主陳又好肯使錢，想希望攞佢。第二個冠軍㗎，但係攞唔到，就我哋攞，跟住好難，但係加山咁多年，我都覺得係都好似死氣沉沉嘅。佢加山地以前咧，俾阿飛教過，揾得一班好好嘅球員，流浪唔要嗰啲啊，即係唔係流浪唔要啊，流浪肯俾錢賣俾阿姐嗰啲啊，好似軒德信啊、門利嗰啲啊，阿炳雄地嗰啲嗰班啊，咁啊，龍門用馬必雄啫嘛，嗰陣時。佢幫阿飛同阿陳耀琴攞過一屆冠軍，但係到70年代尾咧，就對佢哋同埋對我哋東方都係阿爾啫。係東方即係揾教練咧，即係嗱，當年你即係夾住呢個學界嘅成績，就入呢個職業足球圈。入職之後做助教先。做助教，做助教，跟住第二年坐正啊嘛。坐正。即係嗱，有少少類似咧，牛丸。即近期嘅牛丸，如果即係牛丸佢繼續，即如果唔係主教練走，佢亦都冇呢個機會。你有冇啲咁嘅感覺咧？有咁因為黃文偉佢係諗住穩陣啲咧，就不如咧就係轉去靈殿做粵組教練同埋陳明兩個雙教練。咁因為佢覺得東方會始終。唔似靈殿一個大機構咁穩陣啊嘛，咁佢有佢嘅選擇啦。因為東方係嗰陣時有個名叫大家方噶嘛，係啦，冇錯啦，你講得啱啊，大家方啦，大東方啦，咁因為但係竟然間就係話佢肯即係林建岳肯教波咯，算唔算有啲負碌咧嗱？永遠呢個世界上咧，要攞冠軍，
冇附錄咧就幾慘嘅。我有一個金句就話，譬如當你係好黑嘅時候咯，我話，唉，真係，我真係所有啲運都嚟曬我嗰度，只可惜兩種 bad 壞嘅運同埋呢個slim。好渺茫的運係咪啊？譬如good luck 梗係好啦，但係luck都有幾種，有 slim 嘅luck， 即係好渺茫嘅luck， 或者 no luck 噶嘛，係咪先？千祈唔好嗰兩種咁嘅luck啊，係咪啊？依一樣咧就係一個好抵死嘅講波嘅方式，就喺美國我係學嗰啲係真係一貴嘅，喺六七即係六零年代、七零年代都賺成$100,000嘅講波佬佢身上學嘅咯，咁所以。其實我自己本身英文、中文都是幾騎呢或者撈水的，但是由於喜歡體育呢，就他們那些金句啊，他們那些精警的文章呢，我學到了。是。你足即係教練嘅生涯裏邊啊，當然呢一頁係好光輝啦。咁啊有一頁咧，啊好快就唔光輝啦，啊好快就過山車要落啦，啊就係、是、我攞咗。在兩年內，在兩個東方的球季內，在80、81、82拿了一個五人賽冠軍，一個七人賽亞軍，兩個大杯賽的冠軍，一個亞軍，總都杯賽已經一個冠一個亞的了已經。不錯啊，是好啊，所以南華會就叫我上山中立傳啦。咁啊，喺同時咧，因為咧兩個 Peter 一齊，係啊係啊，中立傳咧就叫我上山，咁又嚟 Peter 林咧就轉咗 Peter， 另外一個 Peter 係 Peter 周啦，阿周殿明啦，咁啊周殿明同阿許俊輝咧想將南華會重整啊，諗住我有朝氣咧就揾我啦，咁我亦都喺同時咧，其實東方方會咧已經咧。由幾千元人工升到我14000嘅咯噃，又唔計獎金喎，喺1982、83嘅球季。咁但係咧，由於我話我自己覺得，我幫東方用咁嘅陣容都攞到咁嘅成績，但係有即係東方有某一兩個班主可能俾第二啲人係即係衰啊，話 Peter 都係。未夠斤兩啊，係啦嚇，或者頭嗰兩屆冠軍係有運嘅，冇錯啦，即係正如我剛才所講嘅，我教可以攞，可能唔止攞兩個，攞四個都得咁樣。咁喺咁嘅情況下，我覺得既然有人對我質疑啦，我繼續落去都唔係好有癮。我自己亦都會，南會可能係一個，如果成功嘅話，因為衰咗好多年啊嘛，係咪先啊？咁啊，諗住去 take 呢個機會咯。咁同埋立法會啊，有咩啊？有宿舍，有泊車地方，有球場，另外又有即係早餐，有早餐，連波有晚餐。咁另外仲有咧，就係話佢哋好慷慨地就話：，東方俾你14000一個月啊，我俾你18000啦，咁樣樣。咁即係同埋立會啲糧期，你都知道啦，你啊準緊嘅。話立會咧就出糧咧，一個月出兩次，又唔係一個月出一次嘅。所以咧一個月半個月已經9000人啦，唔計獎金喎。咁所以咪冒冒然上山，點知就築巢啦。因為真係自己未夠斤兩，同埋撞到好多好多係其實咧係意想不到啦，自己亦都經驗未。應付過的啦，同埋咧仲有好多咧人事嘅關係嘅。當時有咩球員？當時嗰班人咧，嗱我同你講咧，就係班主阿龜同埋周殿明咧 OK 嘅，唔會話即係講過又唔做嘅，你實知嘅。但係球員最慘嘅就係話有一個丹麥嘅李老臣，有兩個。有係一個德國的楊確 ，OK， 咁然之後咧，就許俊輝咧同就聽嘉明講咧，同埋阿鍾毅傑講咧，佢話嗱喂，荃灣有兩個新人拎佢哋上嚟啦，就陳國朗同埋陳世芳，咁另外咧就佢話我有嘉明話有個鄉里喺荷蘭咧，可以介紹一班荷蘭球員嚟喎。
咁啊整六個嚟，抽三個都 OK 啦咁樣樣。咁點知就係話咧，呢啲壞人，另外仲有壞人咧，就係懷偉啊，馮志明啊，阿余啊，同埋啊呢個阿允地嗰啲啦，啊咁就龍門就係、是、睇先，龍門就係黃文才，同埋咧另外咧後備咧就係盧兆昌咯。咁變咗咧就依班球員咧都係喺前嗰幾年咧係踢得唔係好噶啦，即係嗱會因為信心差唔多，係啊冇錯啦，係啊，咁所以變咗咧就我應付不來啦，亦都係有啲德國，稍後就有埋森寶添，因為森寶精工唔要佢啦，咁頭痛醫頭，腳痛醫痛。我話精工唔要啊，咁我哋同埋啲班主席傾過，不如叫佢過嚟啦。咁啊弊啦，佢蘇格蘭人同啲德國人同啲荷蘭人冚唪唥唔夾嘅，甚至乎咧係即係爭掹頭。除咗即係踢波爭用個波之外咧，仲有啲即係男女嘅糾紛咧，係其實我今次我先至即係俾少少。即既然你訪問我，我先至講個真相出嚟啦。咁變咗咧，即係格格不入咯。即係呢隊咁隊友之間有麻煩嘅矛盾咧，殺嗰隊波唔會踢得。咁同埋咧，亦都係真係嘅人咧，係會係喺福無同志，禍不單人。喺82年呢個暑期咧，我分別咧就係、是由東方要跳去。南華，我太太就去，由於我82年咧係世界盃嗰年咧，我喺無線廣播，我就冇跟太太去美國旅遊咧。佢喺美國旅遊咧，個飛機係撞機，唔係撞機，係俾啲突然嘅旋風咧捲咗落嚟地下，係即場就去世。咁即係喺嗰陣，仲有一樣咧，就係試過有一朝頭早，我哋喺南華會。好大嘅球場冇蓋啊嘛，咁上邊啊坑道，譬如有啲人拜神啊，燒啲雞錢啊，竟然間有張雞錢，喺上高慢慢飛咧，咁我就永遠對住教練都係要面對啲球員噶嘛，嚇、咁嗰個雞錢咧就飛中嚟我呢個額頭呢度嘅，啊咁你話幾黑啦嚇，咁有啲真係識睇相佬就話你真係雖然你身體還可以，但係你真係黑過麥豆喎、啊。咁就係喺嗰年咧，就係我畢生咧係教波最黑嘅一年。但係當你黑嘅情下咧，喺嗰陣時已經開始咧，人咧係或者會將你嘅短處啊或者衰嘢咧，開始好似而家現時咁。萬即係而家啲人唔中意賺㗎，都唔中意彈㗎嘛。你話有個騎師贏幾多馬都好啦。輸一場都俾人哋彈到咩啦，係咪啊？咁呢啲就係人之常情啦。咁所以我咧就係、是我仲有一份工嘅喺某大酒店度做健康中心經理嘅。咁所以我就話嗱會咁複雜嘅咧，教到二月咧，即未球季仲有4個月啦。我話既然呢個你又請咗一個蘇格蘭嘅球員兼教練嚟咧。我俾曬佢教啦，唔好兩個人即係爭功勞，我就炮引依、這個唔係退居做後做次教練添啦，直情係攞退係啦，灑脱地依、這個唔好教住啦。咁所以咧冇教咗係年幾啦，咁先至荃灣咧再揾翻我咧。由低做起啦，又係好似東方嗰陣時咁樣教。丙組開始打翻。唔係甲組嘅即係班尾嘅球員，甲組尾嘅球員嘅球隊啊。OK， 咁我哋又休息一陣，一陣翻嚟再。